男子用大铁锤狠狠砸牛脑袋，牛被砸得眼冒金星，痛苦哀嚎。他不明白主人为何要这样对他，自己辛辛苦苦为家里耕了20多年的地，如今却落得个这样的下场。而这种画面在村子里时常上演。据村民们所说，他们养牛就是为了让他们下地干活。年轻时牛身强力壮，他们也会好吃好喝的养着，而一旦牛老了，他们就会将牛宰杀取肉，因为年迈的牛身体大不如前，已经干不了多少活了。养着不但没用，还要每天消耗大量的草料，这对农村家庭来说是个不小的负担。听到这，记者忍不住出声，觉得那也没必要用锤子虐待这些老牛。这些牛辛苦劳作了一辈子，有功劳也有苦劳，用锤子虐杀简直太残忍了。但村民们却表示这是为牛好，因为年老的牛迟早是要被杀掉的，如果将他们送到屠宰场的话，一路上的舟车劳顿对他们来说反而是个灾难，就算到了屠宰场也要任人宰杀，死于刀下。万一屠夫手一抖，牛没有被一刀杀死，那他就会承受巨大的折磨，比起那样痛苦的死去，还不如让主人亲自动手，用锤子将其敲晕，然后一刀毙命。这样不仅能减轻老牛的痛苦，还能防止它挣扎踹伤主人。村民的话看似有道理，但事实真的如此吗？农村男子用大铁锤狠狠砸牛的脑袋，一锤下去正中头骨，两锤下去牛痛苦哀嚎。这种杀牛方式真的能减轻牛的痛苦吗？在记者的镜头下，这名农村男子正展示着最传统的杀牛方式，不过他还是个新手，因此显得手忙脚乱。眼见几锤子下去都没能将牛砸晕，男子有些慌了。这头牛是他亲手养大的，陪了他20-30年，要不是听说用铁锤能最大程度减轻牛的痛苦，他也不会亲手宰牛。而那头牛更是感到十分委屈，起初他还以为是主人不小心伤到他了，可锤子一次次落下，牛也被砸得痛苦难耐，剧烈的疼痛告诉他主人想要杀了他。老牛怎么也想不明白，自己勤勤恳恳耕了这么多年地，为什么会遭到这样的对待。可还没等他想明白，锤子便再次落了下来，一锤不行就再来一锤，老牛的忍耐只会迎来更猛烈的锤打。他被拴在石壁旁，强撑着身子不愿倒下，可随着主人力度的加重，老牛再也坚持不下去了。老实了一辈子，终于为自己反抗了一次，只见他不断使劲挣扎着想扯断绳子，男子有些惊慌失措，赶紧退让，生怕老牛踢到自己。可出乎意料的是，尽管被如此对待，老牛依旧克制着没有伤害主人，但他的忍让没有获得主人的怜悯。见老牛还敢反抗，男子的心里越加狠毒，一次次下死手，想将牛置于死地。此时记者已经不忍再看了，而老牛能否绝地翻盘呢？眼前的男子正用铁锤不断砸着牛脑袋，每一锤都使尽全力。此时的他早已忘了眼前的牛是给他耕了几十年地的功臣，只想赶紧结束战斗，好杀牛剥皮放血吃肉。面对死亡的威胁，老牛终于爆发了，使尽浑身力气将绳子挣断。刚才还威风凛凛的男子瞬间跳了起来，还以为牛要报复他，毕竟牛角一冲锋，不死也丢半条命。男子落荒而逃，牛却没有再看他一眼，而是跌跌撞撞地跑了。逆来顺受一辈子的他，直到最后都没有伤害任何人，但男子却不会放过他，见牛没有攻击人后，立刻招呼村民上前追赶。毕竟这牛能值不少钱，要是被别人拐走了，自己可就亏大了。看到这一幕，记者心里难受极了，没有再继续跟拍下去。在他看来，这头牛注定逃不过被杀的命运，而这种用铁锤宰牛的习俗也不会消失。但对于用铁锤砸牛是为牛的好的说法，他并不完全认可，因为这种砸牛的习俗其实综合了几种原因。一是敲晕能阻碍牛的反抗，从而确保放血的进度和质量，保持牛的整洁和美观。二是敲打牛头有利于让牛肉呈现出暗黑的颜色，确保肉的口感和质量。三是遵守传统习俗，获得一种宰杀的仪式感。据古书记载，用铁锤宰牛确实是相对人道的屠杀方式，但这仅限于屠夫经验十足的情况下，像男子那样胡乱的捶打反而是徒增痛苦。